OK，不得了的和英雄来啦！我钻石跟金币应该有讲过吧？那今天可能会讲大师宝箱了哈，来抽，来喽，大师宝箱哦，非常精彩哦，来哦！啊死！还有这样子的哦，小恶魔，哎，我在犹豫要不要把等级打上去耶。我是觉得可以打等级上去啦，我们标题要吗？可是我们这样会卡关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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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都升下去。啊，我希望这个戏之后它可以出那个聊天室，或是好友，这样比较好讲，好吧？然后我看一下，可以第二关了吗？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有了有了，这是他的聊天室，可是他们都还没改名呢、啊。今晚写的高考试是不？我怎么觉得我被讽刺了？就我等级太低是不是？他很像可以存档哎、欸。好啦，我再继续玩了好不好？我没这么多时间再慢慢演示啊，我们就慢慢玩。哎、欸，那个钱呢、欸？六次哈，六次。其实你不爽玩，你其实也可以摆烂，就是你可以随便笑，反正最终就结局而已啦。几点？啊鸟喂、欸，我又错了。哦，气死！我想说，赶快你看一个对战，就我自己在乱转，真的是哦，笑意。Sorry，Sorry，我错了。嗯，最近这类型的游戏也是蛮红的啦。